慈济医院照顾乡里，承担急重症救护。25岁的生日，医疗团队自我期许，守护偏乡初衷不变。紧急医疗照顾的经验哈，就是很不容易。可是我们还是效仿上人的能行能行的精神，我们还是愿意承担这个弥罗。每年每年都有不同的艰辛跟挑战，每年每年都有不同的一些新的任务要达成，我们的爱其实慢慢慢慢都还是有在深入在各个角落中。福气站的长辈专程带来表演，感恩医疗团队走进社区陪伴关怀，银发生活也变得丰富有活力。十八年以来，我都无一天来痛苦讲无去学校，我嘛足欢喜，常常来来学校好安尼，足欢喜啊，运动身体够健康。我今年96岁，不过那是。我是护理人员，我护理我骄傲。医护人员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可不可以借着各位的双手，再给我们现任临床的医护人员大大的掌声，感谢你们。医疗团队需要每个单位紧密合作。服务满25年的行政组长陈秀金，院内大大小小事务他都能及时掌握，随时补位。他是一个很积极，然后很有执行力的前辈，那很多事情他在他的就是计划跟筹备之下都会很完整，然后很迅速的可以执行。我很欣赏他，非常的干练，他也对我们后续就是同仁在业务上面就是推广或者是说积极度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每天穿梭院区，停不下的脚步是对工作的热忱和使命。院庆这天，他也许下心愿。上人也有说，就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那我常常在想说，我陈秀金在这个职场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虽然我们年纪有了，可是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都还 OK， 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贡献我的所学。大爱新闻黄文琪、邓明仪花莲报道。